我是今年林慧一专美容保健科专五的林宇，学校5年公费培育，全年实习，实习直接与业界接洽，在学校这5年学到很多，美容保健科的课程也相当的多元，不单是学科，还是技术，学校也会培育我们考取的相关证照，例如美甲、美睫，以及我们的美容医变级的证照，课程也相当的丰富。有皮肤保健、美容美体、美甲、彩绘、美睫、中医、经络、营养学、化妆品调制、美术、色彩学等等的课程，而这些课程的学习对我们毕业后的工作选择也变得更多。而我们学校提供的实习单位也很多，有中医、芳疗、医院、诊所、美容、美甲、婚纱、药局等等的。而我选择了芳纱 SPA 实习，在这也遇到相同是林慧美容保健科毕业的学姐，看到学姐们在芳纱 SPA 发展得很好，也让我更加坚信学习一技之长是对的。在实习的这一年也过得很充实，也学到了很多的专业知识跟技能。感谢学校师长的教导，也感谢芳纱 SPA 提供的职场实习。那我们毕业后可以直接就业，欢迎选择闽惠医专美容保健科就读。